台湾人在他们的心中确确实实不希望二二八事件再发生。美岛事件今年已经30年，您知道吗？那一年事件发生以后，我当一个牧师在教会主持圣诞节的赞美礼拜，4个国民党的情治人员跑上台，就把我抓去拉走，然后关了3年。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会再发生。我心中没有恨，我心中只有祷告，台湾能够真正的自由民主。夜都是惊，已经发生30周年，咱会个人市场单调之类，伊嘛是属惊会受人吃。咱今日为数28，咱伫个所在地，在咱这时阵要请个人市的市长单调来甲咱比试。当时的马总统啊，高雄市二八大桥都历史馆，各位所有的贵宾，所有二八受苦受折磨62周年所有的家属，我用真不甘、真艰苦的心，今日伫高雄这个所在。来纪念28事件62周年。伫过去，伫城中镇市长叶作人市长甲我，差不多每一档的28事件，阮高雄市拢是家己去纪念。但是今年非常特殊，这个特殊是担当市长。28基金会，因为28的医生弟弟患儿童冻结，伊走投无路，伊需要高雄市政府是毋是会当站出来给他帮衬？高雄市政府站伫市政当局，是你的做事件的受难者。我不断以来对28事件关怀，我当然伸出双手。热情加以欢迎，讲也是安尼。高雄市政府欢喜28基金会来高雄举办2862周年的纪念活动。我从今仔日的讲话要开始，请所有的贵宾是大乡亲，因为我用一首诗，虽然你有听过，但是做一个今仔日高雄市长。了解62年前高雄这个所在血流成河，这个所在恁即个坐每一寸的土地，拢是血水，拢是高雄人躲避咱后壁这个所在悲惨的历史。所以我唱这首诗，是1947年28事件中一个高雄的老母血泪。的心声，伊讲，请你唔通阁放炮啊！炮啊声会互我掠狂，我的囝，我的心肝囝，彼一天，你目睭红扎着，规身躯红白着，一边一尊的心声中倒落去，鲜血染红了故乡的土地。因为是月底寒流要来迄一天，你站出来抗议，你抗议因为贪污腐败，因为贪钱压霸，因为中国俘虏，就安尼你一去拢无搁转来。伤心的目屎流袂止，我目睭已经哭到青泥，抹白的悲愤，日夜予我心碎，搁转，会使讲心肝。
你去行，人家咧采取咱的故乡的这个乡里内底上优秀的大学生，因夺走我，夺走我一切希望，叫我要安怎活落去？囝，我的心肝囝，老母甲你相会日子应该无偌远，只因我伫咧世界，互我甲你抱着，咱同齐哭，互我忘掉你的伤痕，减轻你的痛苦。俺要伫故乡，甲伫土地的怀抱，咱以后永远袂去分离。这首诗是咱故乡在地文化人，也是非常有名、新兴文化的作者。咱故乡是白色恐怖的志愿者郭基华先生所作。伊伫1928的同时，伫故乡中学的同学。伊人德先生在共产党的军队侵杀之下，郭先生在足侪年以后，想起这段的往事，伊用伊人德先生老母的角色来写出这首诗。228号，我这台湾的母亲，靠苦断肠，牺牲我，搁予我这家庭破碎。和我这亲人暗夜哭泣，今日咱一家纪念1928周年，希望台湾人会记1928相平的本质，人民的抗暴，政府的屠杀。